阿曼奇米尔本 museum， 米尔本 museum 在这个考顿卡顿这里。四月中的考顿，四月份是秋天。考顿的大树非常漂亮，到处的树叶变黄色，叶子满天满地。一路走到尽头，有一个法国喷水池，有人在举办婚礼。考顿 Garden 花园是拍摄结婚照地点最热门花园。X 等于 love， 怎么来的？有几只蜜蜂在采这薰衣草的花蜜，带回家做 honey。哇，好多节目，至少走三个小时。室内森林，这是一座人工造的小型森林，模拟大自然真菌植物，好漂亮啊！哇，还看得到有淡水小龙虾，不懂可不可以煮来吃？不是很大条。哦，它跑掉了。这里的水很清澈，眼睛看到很舒服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水鱼，你看它的颈，它的颈可以伸缩这么长，它在吃这东西。这么高，这里的树林大约有十层楼这么高。喂，哇，要认真看才知道是树脂虫，这里真的模仿到澳洲真实森林生态。展示给现代人看600年龄树木有多么夸张大，提醒不要乱砍伐树木。大自然元素矿物标本有千多种种类，我们简称水晶石，全部都好漂亮好独特。水晶闪闪发亮，六个拳头大的钻石水晶石，原始地球前身，变化后的地球。好，定场地震。这里超级夸张，好多昆虫类的标本都在这里展示给大家看，标本的大小 size 都有。这个是 bumblebee 啊。扫一扫 QR code， 大小条都有，蜈蚣标本也有，蜘蛛一整桶标本，这种好像有毒。你也不可以看到我前几杯而已。这里有千多种小昆虫标本，从来没有看过的。野生马蜂刀，身体会起鸡皮，我有密集恐惧症。这么的拍到比较清楚。因为你看都顶，蚂蚁刀好壮观，成千上万的数量好夸张，看到全身都起鸡皮。从一开始昆虫到这里没有听过起鸡皮。给来，刚才看的就是恐龙那些的，非常值得看一下。米尔本博物馆有两楼，
从入口一进来，中间有个秘密花园。秘密花园是直通二楼的，而且是开放式，没有屋顶的。左侧是刚刚看过的部分，是科学与生命馆。在博物馆的右边是原住民文化馆，里面有放库瑞族的语言和声音，讲解维多利亚州原住民文化。在二楼的右侧是墨尔本馆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墨尔本城市的历史。世界上最完整的三角龙化石已有6700万岁，比人类还早出现在地球。两个人比赛画画恐龙帽子。啊，我帮你按这个。哦，好不错啊。不给我。你是抓后面的洞。OK， 这个是他的恐龙。来，到我，到我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。墨尔本馆以城市历史为展示主题，墨尔本故事，展出超过1200件文物。从原住民时代、淘金热潮和移民潮到现今，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 （Melbourne） 在1950年代淘金热时潮，墨尔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富有的城市之一。那边下一点呢？露出你的脸。下。All G Menzies.皇家展览馆是位于 Australia Melbourne CBD 东北角的花园。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天气凉爽，蓝天白云。OK， 走吧你。Cowden Garden 花园建于1839年，和皇家展览馆一起在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。
许多观光客都喜欢这里，里面的大树非常漂亮，很多悠闲的人，到访的人不多。Cowden Garden 开放免费，可以在大树底休息。花园里十分的安静，空气清新，还带着花香，真的很舒服。走走令人心情舒爽，小朋友也在解封野，还有人溜宠物。由于当天天气15度寒冷，真的很舒服 ，chill 的感觉，也很适合装逼拍照。也提醒一下亲爱的你，看着我们的影片朋友，记得 subscribe 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出去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Okay,